仔仔为爱转性，卖掉3000万超跑。哎呦，这哪是流星雨啊，这是前年仔仔周渝民跟玉红渊抱在一起看烟火嘛，小两口这一抱还真是昭告天下呢。这对小情侣交往4年多，感情很稳定，还被直击由仔仔开着银色拉风宾士超跑载着玉红渊去兜风购物。姐姐，我这辈子啊还没坐过超跑嘞，好想坐坐看椅子是不是特别软，跑的是不是超级快。可是啊，这台见证两人感情的爱的小银上个月被卖掉了耶，而且还是由仔仔的哥哥出面处理的，他怎么舍得把这个小老婆怎么舍得把爱车转手给别人呢、啊、听说是为了要成家当居家好男人做准备呢。看看玉红渊不化妆不打扮，一点欣慰也没有，全心全意当背后那个伟大的女性。哎，仔仔啊，你就赶快娶一娶吧。